那证明没劲，这条狗妈的取了个韩文 ID 啊，就那么简单啊。他现在不是在韩国住着吗？啊，肯定在韩国住着嘛，就搞了个那个打 TY。 不可能的，把本只可能打没劲了。现在 TY 有没有报名？对啊，把本打没劲，把本打没劲，这一轮肯定是把本打没劲。没劲现在跟 Time 他们不住一起吗？今天那个好像昨天还是今天茂神已啊，今天应该是茂神已经回韩国了，他们就回来过个年，然后马上就去韩国了。哎呀，这去吧去吧，年轻选手就应该这样去锻炼。对，前两、啊、话说啊，话说你今天下午被我干了嘛？为什么打那么拼？哎呀，我想试试看，我把你基地打掉了，我想赶紧把你打死，我要打下边。看，哎，你基地，你基地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曾几何时感觉要输了？我优势啊，我知道我优势啊，我农民补了好多。对啊，我开。关键是我没想到你那么拼，你知道吗？姐说说是 TY， 哎呀，这你确定是 TY 吗？不，首先 TY 没报名，第二。我们的对阵不是这个对阵表上写的是没劲儿啊，那也就是没劲儿去借了 TY 的号，只能这样呀。就 TY 给了没劲儿一个号在玩，他们没劲儿取了名字叫全太阳，也有可能啊，他取个全太阳到处去骗人，招摇撞骗。TY 不可能，现在不太会报这种比赛的。你想嘛，他其他比赛一般都不报的，这种比赛不报。20万美金正好，现在不缺钱。对啊，对吧？20万美金拿回去理理财，这个还也是一笔收入啊，100多万人民币呢。啊，理什么财？直接去韩国买个付个首付，付不起呀、啊。韩国你便宜点，那没那么贵的，20万美金付个首付不起，老子不信的。付来干嘛嘛？啊？你以为韩国房价跟中国房价一样吗？飙升呢？那话这么，你要这么说呢，那也你就付不起，我不信的。就乡下去买的，买个房子，对吧？也不可能是很乡下的地方。你想吧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，直接上次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过吗？直接澳门赌场。啊、那个叫什么通九关吗？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过三关好吗？过三关，对，你去澳门赌场过三关，对不对？就上去20万比个大小，然后变成40万再比个大小，对不对？就变成80万再比个大小，就160万美金回家，走。是的，就三枪，你妈三枪比个大小，每一把都是50%的胜率。哈，干嘛试的呀？妈的，我觉得这种去这种百家乐这种打法就很弱智，好吧？是啊，那么累，妈的，百家乐，我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去碰百家乐，百家乐这种东西碰就要上瘾的。对啊，你既然已经拼一枪了，那还不如就直接就拼到底，50%胜率呢，对吧？你上去跟别人比个大小，比三次。一分钟就可以走人，翻三次牌一分钟。好，这边Major还是挺有自己理解的，先出一个渡鸦，然后把你的叮当给你封了，封完了之后，然后渡鸦出去骚一下，家里面就可以直接出坦克什么的。不过这个渡鸦看放炮台的位置啊，烧不到什么东西，毕竟有大炮台。什么比大小？哎，谁让你去摇骰子比大小嘛？你上去就找一个人，找一个荷官，你跟他说我们来翻牌，你们翻扑克，谁翻的大谁就赢了。谁告诉？哎，你既然都选择比大小了，你还去摇骰子，还摇出豹子这种东西，跟你输赢，你妈累不累啊？我跟你说，比大小就直接点上去，两个人扑克拿出来，一人翻一张，然后谁大谁就赢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。你这种纯的去赌的话，你是赌不过赌场的。你不用再、啊、不用想。刚有一个澳门，刚有一个
什么美女赌神上去赢了四个多亿，好吗？赢了六个多亿，那个亏了四个多亿，那个澳门赌场，他妈亏惨了。然后所有人查他是不是那个老千，然后查不出来，最后发现这个女的是什么他妈德州扑克的冠军，也是一代赌神呐、啊。董大师，哎，董大师其实还有点实力的，你们不要小看。哎、不要说了，不要再有董大师这个人了，他最近输死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哦，已经输死了了。哦，对的。这看吧，这种董大师那么有实力，我们的直播间是你妈积极向上直播间，怎么你妈的在讨论赌的这种事？对对，不要宣传这种事情的，我们还看比赛比较好。把本的打法现在还是比较像，就是他这一套理解是现在最新的理解，就是双身攻防然后直接出巨像，这个理解是最近韩国选手，就是 Zest 的把本这几个神族选手最喜欢用的开局。这一波推过去还是有点威力的。我觉得打不过啊，你这波光是这样推，哎，那为什么解说都说是 TY 啊？我听那个英文解说说，那难道是 TY 用了 Major 的号来报名？不可能的呀！你相信我，你要相信 Team Liquid 的专业，好不好？妈的，那 Team Liquid 的经常都不专业。死了！这尽量换，不，这一波其实人族选手已经想得很穿的，这一波就是出来换的。这波想得很穿的、啊。两传兵，空投二矿，没看到吗 ？LP、啊、就这个阶段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妈绝对不是 Major， 这个 T 绝壁不是 Major， 这个 T 绝壁是 TY。万一是 Major 呢？妈 Major 就不能打那么好呢？不是 Major 打那么好，这个套路就是他妈 TY 跟马柱的套路，只有他们两个这么打。这个套路我跟你说绝对不是 Major 的智力怎么可能打得出这种套路，人家会提高的， Major 也是6500-6600的人，好不好？ Major 会那么骚吗？ Major 你妈就憋一波的好吗？不他已经改变风格，你相信我，绝壁是 Major、啊、他们说是 Major 不是 TY 绝壁是 Major。 他们说 TY 还在打直播，我去看一看原来 TY 在打直播啊。我靠 ，Major 现在都会这个套路了。废话，你不要小看这种欧美人好吗？现在这帮欧美人强的要死。妈 ，Major 都会这种套路。哎，好像 TY 真的在直播。我靠。哎，你相信我呀！我靠。我来看一看 TY 在打什么。妈的，他在炸别人原子弹，这条狗，我靠！是的呀 ，TY 还在炸别人原子弹。哎呀，那就很尴尬呀！墨西哥人皇都那么强，你不觉得 Major 很强吗？妈的，墨西哥人皇都那么强了，这游戏还怎么玩？哎，我怎么感觉把本你妈的被 Major 摁着打呀？哎，下面再传九死一生，不过。八本要换家了吧？我感觉你这三传兵进去，八本要换家了吧？八本回就救不了了。Major已经看到你主题了。哦，这个三矿。八本换家，换家未必能换得出来啊。对 ，Major 已经知道你要换家了。就看这，哦哟，我感觉没什么机会啊，打不了死、啊。大不了就拖农民嘛，大不了就拖农民。我三矿可以飞的呀，你到我二矿这边来，我再给你拼一枪呀，慌什么？两颗雷，哎呀，这雷击打的妈妈不认识。好，你三矿还有那么多的围巾。他还有一个那个，他还有一个无人机，这不是强行拆你那个吗？强行拆巨像了，这个无人机。好了，死了，不会，哎，不会，他下面两线打不过吧？八本死了，八本死了。下面咋打过了？下面打不过就直接退了，好吗？其实没劲就死了一矿农民，说白了。
打本就这一口气，打不进去就打不进去就 GG 了。有毛用啊！天杀那么多围巾，你居然都站都站不住。打完围巾下来也是一员猛将啊！围巾下来。对，现在围巾下来打追的有点强。而且基地也没打爆，死了。我还以为你妈的，那个叫谁啊？我还以为只有吉姆的两个巨像 A 不死人，原来八本也 A 不死人。那帮欧美人现在那么强，哎，这个 TVP 有点强啊，说真的有点强啊。我跟你说，6600、6700的人族是这个实力啊。Doesn't even have an opponent for a couple of rounds still, because innovation still waits on an opponent down there too. Taken so long. 这 T 是 major 啊，这个 T 是 major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resub. 越强啊，这是打实力打赢的。Perfect name for the game. 他每一步都是，他都算到了，对，所有的细节都是经过侦查之后来做出的选择，而不是运气。妈的，他。他上次要加我们队啊，我拒绝了他，我无情的拒绝了他。今天 Punk 也要加我们队好吗？我靠，那么多人都想加我们队。然后我说，哎，实在不是不想让你加，而是我们没有钱了，我们只能应付蒙斯克的钱。你说的没错，蒙斯克到时候那个我们在这一届的这个线下赛之后啊，就会把他招进我们队来。嗯。这届早打完的嘛，对吧？对。什么？我们膨胀了？我们没有膨胀。我那你膨胀了吗？我们不要 major 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外国人。亚木茶赞助我告诉你，这次赞助亚木茶完全是因为他有血性。亚木茶赞助是你妈的星际老男孩私人赞助，跟战队是没有关系的，好吗？对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赞助的呀。妈逼，我们就看中他的这些血性。对，难得看到一个选手那么有血性的要出去打比赛。是的呀。对吧？那就赞助一下嘛，这个也就这样了呀，我们能力也就这点了呀。是的呀。那有没有智商不重要，现在问题中国你妈的现在需要有血性的选手。对，就还你还想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你不要上来就跟我说妈的反正都打不过去搞毛，那大家就算了呗，也不勉强啊。就我们还是希望选手们就是，你不管怎么样吧，就是想赢嘛，这件事情很重要的，你不要就盯着就国内这点比赛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国内的奖金会越来越少，就国内的奖金不会让选手们就是有一个。就是可以躺着很爽的这种状态，就是国外的奖金会多一点，然后就是你要出去打死欧洲人，你打死欧洲人你就吃得了肉。啊，其实这样，国内奖金越来越少了，还有个因素是会分散到后面的那些选手，对，让他们稍微有点肉吃，不要说肉了，就大家都有口饭吃，对，有口饭吃，至少喝口汤，对不对？对，国内的奖金就不会集中到那个，就是前面几个人，就比如说你前面你拿几个冠军，你就很爽，然后后面的选手就不是很爽，那肯定，希望是集中在比如说中国有15个选手左右，都能够一年下来都有点收入嘛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方式。啊，至少是希望中国大概有反正有15到20个选手，至少靠星际他们能养活自己。对对对，然后剩下你要，如果你想靠星际，比如你想靠星际，你想发财，你想挣钱，对吧？那你就出去把欧洲人打死，那至少把欧洲人打死，你就达到第一步了，你挣到钱了。对的。然后如果你再进一步，你把韩国人都打死了，那你就发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名利双收。是的呀，我不乱说的呀，先打死欧洲人你就赚钱了，这个赚钱欧美人，对，就欧美人，你把欧美人打死了，
你，我不能说你不能说大富大贵吧，但是至少这一辈子衣食无忧。但如果你把韩国人打死了，那就是衣食无忧再上去点，虽然也不能大富大贵啊，但是还是比衣食无忧要高那么一点点。对的，你在国内呢，你能保持个就是前四就每次比赛都打第四强的，你能够奔小康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如果能出去跳起来把欧美人打死的话，你至少还有妈的还有这种汽车能够代步。对不对？什么汽车代步？你只要打死欧美人，你就是个中产阶级。那么爽？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去打星际了？啊不，你没机会了，你太菜了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打不过呀，你算了吧，你还是好好打不过可以练的呀。不是你就好好解说，对不对？好好解说，好好解说。我们大家实在点，好好解说，卖卖蟹。然后呢，我还没说完。卖卖蟹，打打广告，好了呀，不要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如果你能够把韩国人打死，那你妈的你就可以去换辆你妈的三叉戟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不对吧？你把韩国人打死，基本上就是换辆三叉戟。上海呢，你不要，上海你就不要太挑，你不要太挑。中环左右买套房，对不对？大概就你说你妈，对啊，你说你跑上来说我妈我把韩国人打死，我要买妈中粮一号的，那我告诉你，哦，那还算的，那还算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可能。那你打撸啊撸比较好。啊，不，打撸啊撸也不会比能买得起。妈的，撸啊撸你把韩国人打死，说不定买得起哦。啊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不，我们说的都是你要打死韩国人嘛，就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说白了就是你妈的全世界，哎，你妈都得死，都在你脚下。说比赛了，说比赛，我们先把比赛看完再跟你们吹牛逼啊。嗯。好，上来两个人互相骚了一圈，好像也没骚到太多，都是走流程啊。这个时候 Major 也走了自己的一个套路，反正先跑两个车。哎，这个会不会，Bubba 很警戒，说明他其实在打完第一盘的时候啊，他已经非常非常，哎，我怎么黑了？我没黑啊，黑什么，你这边网络的问题吧。不，你先说，等一下，嗯，啊，没问题，好了，嗯，Major 的这个套路其实还是，我发现 Major 其实走的都全是现在最流行的 TVP 的套路。他现在，我告诉你，在韩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有两个好处，首先你能跟得上他们的这个潮流，这是一点。第二就是哪些人强哪些人弱，其实你到了韩国之后你都能够知道的。对，我老婆从迪士尼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想死是吧？我看她这个样子有点后悔。废话。回来就葛优瘫呢。让他好，两船兵出去，这两船兵没什么机会吧。这两船兵应该没什么太多机会，因为主要是被 OP 看到了。不看到的话，你如果打个突然袭击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机会。双线，他应该是先投那边，然后等他凤凰冲去救，对吧？先投左边，凤凰救，然后家里面两船兵就进家，凤凰直接要去救了吧？他要勾，把凤凰勾走，但八本好像没动哦。我操，八本竟然去抓，这真的假的？加速加速，哎呦！梅吉尔其实思路很清楚，这个进攻，但是巴本的思路更清楚。你说一般的人族选手，哦，一般的神族选手，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边被投了，是不是凤凰就直接去抓去了？对的，一抓家里面就中两船兵，然后你就进梅吉尔节奏了。这思路真的有点清楚啊，双方都体现出实力了。这个我觉得是。可能说这个套路可能把本也知道，对，他也知道你是这么打的，哎，不然我不可能那么熟。把本这个 OB 艇的位置倒是真的蛮好的，
stuff down here to the drops. 哎，我真觉得 Major， 哎，你发现没有？明显我就感觉运营能跟得上，对啊，暴兵也能跟得上，就一个档次的呀，说白了，对啊，就明显就是这种感觉嘛，就一个档次的。哎，这个雷埋的有点太突后面了吧？他这个雷埋的有点太后面了。我说这些其实就是韩国选手强的地方，就是双方的细节上还是有差距。对，不过其实 Major 多线其实打的已经够漂亮了，打的蛮好的，打的蛮好的，这个多线，他的暴兵运营是完全跟得上这个版本的。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正面操作的这些，比如说细小的一些东西，怎么卡位置啊，怎么打呀，这些可能比顶级的人选手还是有那么点差距。总归就是进攻手段的问题，这个是。对。又要换家了。这波换家可不得了，版本肯定要换的呀，这个不可能救的呀，这不可能救的，这波直接刷边换家了，版本好了，我觉得一比一的，这不个局势没叫挡不住，挡不住，正面肯定挡不住，对，挡不住的，正面不可能挡住，除非这四颗雷全中，有 OB 的呀，怎么可能全中，有个中当，一颗两颗，把本散开了，两个解放者架开，拖农民，拖农民拼的，解放者直接被跳了，哎呀，解放者直接被跳了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，机器，其实就是中期那波，感觉就没什么机会能打进去，然后损失了一些兵，导致这样的情况，其实就这么回事。对，运营和暴兵这两个点，其实都双方实力差不多的。对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硬实力啊，硬实力能跟上，就是你的运营跟得上跟不上这件事情。对，硬实力跟上了，那就很重要。如果你连这个都跟不上，那这个就没得打了。对的。哎，有没有其他频道吗？还有一场一比一，你慌个毛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，我想看一看那个呀。看哪个吗？茂神二逼赢的 Blinking 机器现在上去打逼晕。对啊，我想看这一场呀。你觉得会有尸体的？不是，你觉得有人会转播吗？妈的！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这个道理了吗？不过呢，待会儿碧云下一场要打鲁西软，这场对这场肯定，你干嘛你就以为索拉已经是尸体了啦？索拉已经输了呀，你确定吗？输了，二比一输了呀。哦，都输了，一比二，对啊。哦，那就鲁西软打碧云了。茂神跟对啊，茂神跟碧云嘛就不用想了呀，这件事情。那也是啊，那也是。对不对？我不是看不起茂神啊，我当然。波波先生要打超级赛亚人，哎呦，波波先生这场比赛我估计是没人转播的。茂神至少我觉得再要练个三，要苦练三个月，把自己的实力打到6300-6400。对，前两天我跟茂神，前两天我跟茂神讲了个道理，嗯，我说你们现在为什么打不过韩国人？我说中国选手为什么打不过韩国人？欧洲选手反而跟韩国人有的打。我说有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欧洲选手的很多打法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他自己想出来之后，然后他去琢磨这些细节，把这些细节全部补完善，然后自己的一套理论就走得通。所以韩国人跟欧洲选手打的时候，就是欧洲选手如果能够打进他们自己的节奏，那韩国选手其实也有未知领域的，也有可能被欧洲人吃到这种细节上的这些差距的。我说中国选手基本上中国选手我就没看到，除了 IA 的有时候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，中国选手其他的选手啊，大部分都是全部就抄韩国选手的打法。我说你去抄别人韩国选手的打法，说白了就是上去就是跟别人大家都在同一个节奏，然后你们两个拼细节拼操作拼运营，你把你绝壁打不过的呀，这有什么好比的嘛，对不对嘛？我说要么你我说茂神你现在所有打法就是 Zest 的打法，要不就是把本的打法，你现在要想赢这个，你上去要想赢韩国人，那你就要有 Zest 和把本的这个基本功，你达不到，你妈的你绝对打不过，因为你的所有打法一摆出来，别人韩国选手他妈天天都在打这套战术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嘛？不过呢，还有个问题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个问题啊，
你虽然说欧美选手他们有自己的套运营流程，的确有细节，不是他们基本功也到了一个档次，对，他们的硬实力也到了一定的档次，所以说才可以打。我的意思，我说，比如说你，我说比如说很简单，你看 Nature 的打法其实跟所有的虫族都不一样。Nature 的一个 ZVP 你妈永远都是双喷，你妈现在谁打双喷嘛？但是他就有自己的变化，他你妈出地刺知道怎么绕。他知道怎么去空投，他不是经常喜欢空投这东西，没有人像他那么打，所以韩国人也经常吃他战术。本身 Nature 自己基本功运营啊这些就很好。我说你们就要去学这种东西，我说你自己思考一下嘛，你想一想自己的，想一想自己的一些套路，自己的一些细节嘛。然后你们不愿意想，你们就觉得韩国人的都是对的。我说妈，韩国人不一定是对的，这星际一跟星际二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。星际二节奏太快了，这个兵太快了，一不注意就死了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我首先其他不说，什么自己的思路什么都不说，首先你把这个你的硬实力提升到，不要说韩国，提升到欧美选手同一档次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妈的 Tam 的基本功绝壁没有 Major 好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虽然 Tam 的基本功在国内也很好了，但是绝壁没有 Major 那么好，我对不对？我说 Tam 的基本功是什么问题？泰姆其实不是基本功不好，他你妈是慌的一逼。我就跟你说最简单的，他你妈，你说他很多，他平时打天梯猛的一逼，然后一打比赛就各种很毛躁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些地方，比如说他可能他也运营得出来这么多兵，然后他 A 上去，对吧？别人正常的人族就看了这一眼，感觉打不过就跑了。你妈泰姆这种一打比赛就 A 了，然后一 A 就死了。就经常是很毛躁，你知道吗？打的就不沉稳。那说白了，这个就只能说他们自己心态问题，这个就是对，首先心态问题，第二，他可能在这种局势上打的不多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打的很多的，他都知道平时打天梯他就不会 A， 然后一打比赛他就 A 了，因为一打比赛脑子就是一片空白，要不就热血的一逼，就这种。热血的一逼，是的呀，一打比赛就感觉妈的自己就要 A， 这个不 A 你妈不是自己，就这种感觉。反正这个肯定是心态的问题了。是的呀，你看他平时运营没问题的呀，中国很多选手都没有，包括我跟你说庞克基本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，他基本功真的还蛮好的，助团助卵铺台这些都还不错，然后为什么一打比赛就打不过呢？也是这个问题啊。我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，一定要靠这件事情，一定要靠自己。任何选手都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靠自己，就想通有些东西，看得破想得通，可能就又会再上一个档次。嗯。好，没人看到二矿，其实也就心安理得了。嗯。好，空投。第一波空投吧。把本也是一个速三啊，凤凰速三，然后出使徒的这个打法。把本呢还是以防守为主，我发现还是以防守为主。看这波 Major 投在哪里啊？这个运输机如果投不了东西的话，对于 Major 来说是很伤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投下来，位置还卡的还可以，能不能把水晶秒掉？哎，走了？哎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可以，卡一个位置，这个地方更好。换嘛，还行吧，换的，可以了，换了，有什么打什么呀？这几个枪兵，哎，这几个枪兵还有点烦的。换，能换什么换什么。这一波换下来，其实对于 Major 来说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。当然现在这个局势经济上肯定是稍微落后一点，但不重要。我靠，蒙斯克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妈的两传兵就是他发明的。
他说当时虚空刚出来，然后虚空刚出来的时候他研究了这一套战术，然后当时打韩国那些人什么处啊这些都是秒杀，然后打斗鱼杯的时候各种干他们，后来你妈马入就学去了，我靠。是的，我说你自己想得出这种战术，你是能赢韩国人的呀。你想得出来的话，哦，对不对嘛？对的，你想得出来是能赢的呀。就像以前有去自由之翼的时候，法虫为什么那么猛嘛？那就他一个人用蟑螂狗毒，蟑螂那个时候所有的韩国虫族都是用飞龙狗毒爆的，就他一个人用蟑螂狗毒爆感染虫，那打的韩国人到处跑，然后后来韩国人也慢慢开始用这个了，是这样的呀。哎，只是别人这个细节里优化的更好一点。对啊，他就慢慢优化的比你更好，对不对嘛？然后基本功又比你强，你就打不过了。同样一套战术，在韩国选手和中国选手用起来完全是两个事情。完全不一样，还是执行力基本功的差距。有时候你现在看 Major 前期其实烧的我不觉得非常好，就还可以，但是他现在人口跟版本是差不多的，甚至版本还高。不落后就对，不落后，就这种运营就大家是一个档次的，然后大家就拼细节了，打到这个局面就拼细节了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欧美人打韩国人，虽然说欧美人有胜算，但是胜算还是稍微小一点。但现在我就执行力细节上的差距啊。现在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个三七差不多，三七差不多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今年结束之后，很可能就会打成四六，你信不信？我信的。今年结束，因为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。韩国人大部分是不练的，你相信我，大部分都不练。你妈全太阳每天早上起来打你妈半天，先打半天守望，老子每天上线就看到他的先打守望。他跟那个谁两个人，那个 KT 的那个 KT 的一个神族，你妈 trust 两个人，你妈天天开黑，妈早上在打守望，打得开心的一逼。我说他们都不练的呀，他们都是到比赛前才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做了那么多年职业选手，被关那么多年，有逆反心理是很正常的。对对对，突然现在没人管了，肯定自己就管不住自己，有可能。是的呀。现在他们强是因为还在吃老本，他们老本厚呀，但是慢慢的别人就追上来了呀，就新技术的东西就是不进则退的，我跟你说。主要他们如果这样弄的话就没有新的战术可言了。对啊，然后打着打着就被人干了，当被人干的时候他们才会奋起反抗啊，奋起反击，但这个时候就未必了。对，好，这边 Major 6是一个多线，但是家里面好像被防了。 Major 这个暴兵真的是有点刚啊。好，一个蹭进去，蹭几个机枪，细节可以，哎，非常聪明，这个时候。对，他家里面，但是家里面没用，家里面那个投的两颗雷好像被守住了。哎，不重要，不是他两波兵要合在一起啊。没，他压四基地，现在先把四基地压了。那投二矿去啊！解放者先架好，直接压四基地。对啊，然后这个追猎不够吧？这个追猎好像有点不够，四基地可能要掉。好，这边九死一生吗？啊，这边还在打。这边两个人在分兵，这个时候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哎呀，没加速，失误了。送了一船兵，他不是没加，他加完速了，但他没点走，他没点走。这个时候，啊，这两船兵死的真的是冤枉。我看着他点的加速的，他没右键没走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也就其实也就差这些细节了，其实现在就是执行力上面的东西啊。这个细节是可以通过比赛和练习来提高来弥补的。对，这个一旦弥补好了，就大家实力就是一个档次了。对，所以为什么现在他能打到6500、6600，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基本功硬实力放在这个地方了。强行打了。好，展开，哇，这个兵有点多啊，不过立场放得好。哎，刚才这不是这三把立场可能死了呀，八本真的这三把立场救了命，但这三把立场可能也要了 Major 的命。哦哟，这围巾很多，但是Major的操作也还不错，把本就立场好，
八本理想真是好，这解放军再搜一搜。现在Major要拖啊，他要拖、啊，他知道这波正面打不过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我觉得这几把立场真的要命的。哎，就是交战时候的细节的问题，现在就是这一块。我觉得操作上的差距，不，操作上还有在经验上的差距，对对对，经验也很重要。对，你想，你想把本他经历的这个比赛肯定要比Major要多呀，对不对？这种顶，他对把握阵型什么的都非常好。很有经验把握的，特别是几把立场真的有点显功力的。对，死了。其实刚才如果不是这三把立场展开就死了，那波不对，展开没那个展开把本就死了。我觉得在这个阶段，其实在硬实力，在像 Major 这种阶段，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拼的其实首先是一个细节，第二是天赋，这个东西啊，天赋有，还有一个练习量的问题了。对，你比如说你有天赋的话，突然你在进攻的时候突然有一船兵或者一船地雷去投别人的矿，这件事情别人想不到，那你的确就牛逼了。他投了呀，投了但防住了呀，说明他投的还不好呀，对不对嘛？我们去找找看别的比赛啊。啊，果然如我们所料，茂神0-2付给了碧云。估计两盘子大赛也没多长时间。对。